到后退的能力应该是蛮不错的。哎，这里出钩勾到了对方的 AD， 然后再刷回来。威宁赶紧去球形中盾保护住自己的 AD， 保护自己。哎，这边中路过来，看下领头冲击命中到对方的一个敏智，在烟雾弹里面赶紧利用离群手里先做一段的位移，旁边有 Hollow， 但是这一个一出闪是没有选择出手，因为对后期队伍来说，与其冒着有机会选择放弃，你会说虽然说哎都没有打人头出来，没有去硬破团战，但 BJD 还是。但是也不太敢那么贸然去把这预设清掉。这里普攻再一下，还想再点吗？普攻剑雨下来，哎呦，这波被绑住了。被圣盾霸体一袭之后，三弟交出了自己的闪现往后，但是被巫界冰柱卡在原地。这里要再一下的普攻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这个血赚大赚特赚。这一波上来想要再打一下之后，差六滴啊！这个预设者没有敲掉，我的天！有人说哇，上路打 AD。又高一等，有茂凯拿到下半部 K2 也抓到一个机会，拿到额外的护甲金钱，后方二舅也跟上，这个 TP 交到下路之后，蓝方的 TP 也下，这边过来想要来抓对方的一个驱力，这边早上刷没有刷到，再跟上一个凛冬冲击有缓速，这个 TP 先打一下，赶紧把血量给压低，旁边这里 Vajaya 的成员已经靠了过来，觉得预设拉的不够出来哎。有人说开启一个加速，再打了一下预示者之眼，血量大概剩下四千多，这里预示者是往 Vajaya 方向去走。恩硕的血量只剩下大概三分之一左右，蓝宝开启了大绝，这个效果没有到太好。看一下嘉文穿到了后面之后，搭配上好运姐的大绝，恩硕叫闪现往旁边拉掉，敏智被套上了一个虚弱，赶紧利用 R1 往后拉，还有一个连群手里就来到了，我们再一个啊就抽掉了对方打野，但是一个落子苦先逼掉的是 Wings 的一个惊人，这个出钩勾到的是对方的一个中路，虽然说控到他们一推，但是把对方推到自己的队友旁边，还好 MMA 一枪是有收掉对方恩硕人头。是一个 HK 上路路线的一个压力，但是这条的小龙他们还是要拿来看一下。这个 TP 来到正面站旁边的话，好一点少一个大效果不好。这边辅助已经先倒下之后，旁边找到了对方的一个恩硕，在盖起一个大绝。名字侧边一开到了对方局面之后，控在旁边被躲掉之后，哇，这一个名字回来再一个阿兔刺客的一个收头之后，只剩下坦克的战役在前方招大对方，招到对方四人的一个包夹。这条龙那个大龙魂点并没有直接拿到手，可是后续他们知道以现在的装备打起来，他们一定会赢。所以敏智是非常从容的，等到放了预示的时候才直接靠下来。那他在靠下来之后，其实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事情，先等居免把大绝用掉之后，用一技能回头躲过了他大绝的墙壁。这个是阿塔利对上阿铁的时候必须要做到的事情。那剩下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坦克。这边的红区全部都沦陷，这个交换这里的话，哦、边线居民单人点掉，这个内塔没有人过来做防守，阿智现在才敢来，但是已经塔破人走掉了。对，过来，哎呀，盲视野一个探草 ，Hollow 被勾到，但是旁边三弟一个绑到这方，阿智的大绝怎么杀？再一个大绝来看一下，这里被留在了前方，之后遭到 Win 的一个击杀，后方这一个嘉文一盖搭配上红血的弹幕，后方再空方一把这个 K 都给推回来，这是一个 Wombo 的 Combo。后方虽然说蓝宝撒下大绝效果还不错，恩硕没有死掉，这是一个一换一人头，再一个狙手已经回来，敏智遭到对方集火，最后是由这一个冒开拿到了一个刷档，是越来越有力了。到这个不科学团战，不科学团战的吗？来看一下这里的话，蓝宝撒一下一个大绝出钩，勾到了对方的辅助，再一个周文扫到刷回来 ，MMN 哇踩在这一个 BBQ 上面，哇，这一波阿智的大绝就开的勾到很多。那在这里的话，开到一半，但是旁边这里又勾到人了，找到了对方的 Hollow 原地一盖，搭配上阿奇的一个伤害，这伤害好高，阿智直接倒下，赶紧利用自己的护杀瞬身往后撤退，这个手触发。也可以，也对 HK 来讲算蛮赚。哇，这里一个盲视野出钩找到你了 ，Hollow。不过后方来看一下局面的一个伤害，这个沙兵戳三下直接带走蓝宝。我觉得 BJD 在这两波会战都露出一个问题，装备都差一些。来看一下要锁住这条的小龙，这里恩硕过来，但是也卡到了 Win 的，举起雄心壮志多拖点时间，避雷守护躲过了这个死刑宣告，找到了恩硕。哇，这个沙兵有够痛。敌人是被戳了两下，掉到剩下三分之二左右的血量。OK， 没有硬战哦，他们的爆凯大绝其实是一直扣着的，因为要防止对方有可能的刺客侧边进场。这边绑出防绑到对方一个爆凯，袭双防，但是石像鬼旁一开起来之后，旁边看到是敏智一个开
但是刺客过来要成功把对方的主狙命中掉之后，来看看这空投兵推理还不错。到后方加文死前一盖之后，这个杀兵还在持续里面闪现的一个正常刷了回来 ，MMA 还在持续做输出。来看看这情况交起来之后，还能往后做拉打，成功把对方的一个恩索给带走之后，只剩下一个雪里出钩。在正常刷回来之后，第一个飞燕对影帮助 MM 拿到一个 double kill。不仅是 AD， 这点中路手都在抽筋哇，要 rush 掉了，这边没有闪现，恩说加不去，恩说过来这边一盖，然后再一个下来，都有点尴尬，闪现过来也没有下龙去，不过没关系，队友已经把他吃掉了。后方在跟上的豪爵的一个大绝成功扫掉对方的一个辅助，远方阿兹盖了一个等离子火箭，不过伤害不足以击杀，是蛮聪明的。我们来看看刚刚那一波的回放，然后 Holo 只要盖一个大绝，这场的直接，哎呦，一刷成功刷掉，再交闪，哎呦卡住，但没关系，巴龙吃到。后续的话，这一个弹幕扫下去之后，哎呀，洗澡洗得舒服。相比身上有一个女妖，所以要抓她也是比较难。这边的话加速过来，恩硕一个柱子顶到位置，刚就避免走路过来，出钩勾到了是对方三 D 飞燕盾影，找到对方的一个打野，采取了自己的大绝。不过旁边的话，这里敏智一个进场，遭到徐若被推了回来，又被推。那这里的话，正面的话看到的是恩硕遭到 GBN 的一个杀兵，两下戳死。这句话 K2 也是只能先往后撤退，再一个看到金球盖盖到对方那个辅助区里，身上是没有闪现的。Win 跟过来之后，搭配吉米恩轻松带走瑟雷西。那这一条的龙纹，对于博加亚来说应该是比较难做防守的。离群手里剑没有命中，没有办法下去。阿志打球果只能撤退。好几波 MMA 看到柱子一放掉，来看到这一波防到了对方的一个敏智之后，交出了惊人，赶紧利用灯笼往后做撤退。这妈子也是可以看到，来看这里的话，恩说过来，找到了是 Holo， 三 D 开启一个大绝，出钩勾到了对方的一个辅助，有没有来看一下 Holo 一盖之后，再一个 EQ 下来，不过巴龙已经被 HK 给拿到，来看三 D 飞挡在了前方之后，开始手抽筋，但是这里终于死掉了，好像只开启一个大绝，不过踩在是阿志脚下，那这边Jimmy恩一推推到对方三个人之后，这里 MMA 持续做输出，还没有倒下 ，Jimmy恩跟 MMA 两个 carry 位置把对方全部打掉，已经 dominating 收下了比赛的胜利。哇 ，Jimmy 跟鬼一样哎，刚刚他的前排其实已经倒掉了，那倒掉的情况下，其实这一波会战对 BJD 来讲是很有可能翻的，但他刚刚是直接一个闪现大绝把所有人推回来，这一波操作直接帮 HK 以2-0拿到胜利。没错，我们要恭喜的是 HK 以2-0直接横扫。到是 Jimmy， Hello， 你好，恭喜你们今天获得比赛的胜利。Oh. 那这边想要先问一下，因为最近的一个比赛，尤其是季后赛之后，这个以三核心为主的一个队伍，好像胜率比较高。不过你们在最后一场的一个比赛，还是让上路拿了一个坦克。你觉得这个选择对你们队伍来说意义是什么？上完坦我蛮舒服的哦，是这样。哦，你有坦克的一个操作，让 AD 的一个操作比较舒服，是不是？OK， 那这边我在礼拜五的时候已经问过三 C 一次了，那我想再问你一次，就是例行赛的 HK 跟季后赛的 HK 到底多了什么转变，让你们在季后赛看起来发挥的这么好？多了比较主动吧，主动的进攻，对，不像以前一样我们一直放东西。嗯，对，我觉得你们在前中期的营运的进步是比跟例行赛相比是明显很多，因为我们在赛前图标一再看到你们在前期的时候15分钟是会输到1500块钱左右，但在最近的比赛当中，感觉你们的调整是真的做得很好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细节是你们去做的改变？就从以前的一直放东西，到我们可以一直跟对面交换，我们才不会劣势太多。那另外一个我想要问的比较主动一点，就是你在季后赛的时候选出了两场的路西人，这个是你觉得特别可以拿来 counter 阿奇尔这种类型中路法师的特殊选角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路西人玩得够好，打谁都可以。哎呦，有的有自信。那最后一个问题，想要再来问一下吉米恩，你们下一轮的对手是 HQ， 那刚刚上一轮他们打的是比较辛苦，你们对于你们自己下一轮的比赛是有没有信心，或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计划吗？就休息几天，调整好状态。我觉得保持这个状态，我们很有机会赢的。OK， 哇，也是很有自信的一个发言。好，也是希望你们在之后这个比赛可以继续保持下去。恭喜你们今天获得了一个2-0的胜利。